助，所以我叔叔家说要把马蹄我过来帮忙看一下，让大家看看这个马蹄这么好吃的，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。出发喽！佢始終都係我哋之後。哇！好多馬蹄呀！哇，好多马蹄呀！一颗马蹄哟，现在丰收了，真的要好小心的挖，不然的话容易坏，坏了就可惜了。Thank you.
已经把马蹄挖回家喽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想吃马蹄来我家做客，再见，下期再见。